想时尚，贴机机。我对大联盟今天真的萌爆棚了，到底呢哪一些主人呢？然后呢他们的仆人呢有没有乖乖的呢伺候他们？我们来看看第一位狗奴才慧茹带着他的主人雪宝。耶，第二位狗奴才豆豆带着他的主人卢法。欢迎第三位呢，哎呦，这个奴才呢，戏演得真好，但呢，听说他的主人们呢，也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们来欢迎红恩带着他的主人，第一位是弟弟，耶，耶，弟弟，还有，还有，耶。还有吗？第四只，没来，那我放心了，欢迎你。哇，红恩，你如果再年轻个10岁，你可能把家里所有的狗通通可以带来，你的体力是可以的，绝对可以的。其实我家里还有2只猫。还有一只长毛腊肠，已经高龄，年纪比较大，17岁。哇，养得很好哎。那我想问一下，这种像这种大狗是可以跟猫共养的吗？可以啊，其实猫比狗凶哎。陪他们。真的假的？青梅姐，你是对弟弟，我对很有兴趣，都表情很人性。他就是冷眼看大家，对他一直在冷眼看着大家哎。是，他是看着爹爹，他的表情很多，因为其实爹爹他很好动，所以这两只呢比较不喜欢跟他玩在一起。弟弟几岁？一直重疾，快7岁了。那他跟乐妹是一样年纪。他们两只是我在山上骑车的时候，然后无意间发现的。应该刚带回家，大概是第2天的时候，让医生治疗的时候，医生说他们两个应该才1个月不到。所以他们是同一胎。医生说是。后来我也问说为什么？那既然同一胎，为什么会有黄的跟黑的？医生解释说，那可能妈妈同时也跟黄色的爸爸。也跟黑色的爸爸生，所以才会有黄的跟黑的。哇，那也许有白的，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是因为这样。可能他们两个一生下来就黏在一起。我刚好骑在那个山路上呢，我跟我朋友说，路中间是不是有一只松鼠？因为黄黑相间，我以为是松鼠。就越近的时候，发现是2只狗卷在一起取暖。那时候很冷。12月，因为他们是12月20，我发现他们。当时我养的第一只黄金刚刚离开半年，不见得有那个心理的那个想法，能够再接受新的宠物来家里。可是那时候潜意识我已经跟我另外一个车友开车下山，来把他们带下去，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来家里。弟弟睡着了，弟弟坐着睡着。因为棚内的冷气很凉，蛮 OK 的。那 爹爹 呢？爹爹是他刚好来家里1年，那其实他也是刚好我一个那个健身的朋友，他们都知道我很爱黄金嘛。然后就是说，可能他的前主人工作比较忙还是什么的，工作的关系，他就是可能长时间都在笼子里面。听到了我也觉得，我觉得将心比心啊，特别是我们爱动物的人。对，当时家里是3只狗2只猫，那我也必须要回家跟我太太稍微讨论一下。当然，那他也很理性的告诉我，家里已经这么多了，而且他是大型狗。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答应人家。已经先斩后奏，你只是告知而已，并不是商量。青梅姐，你为什么那个说法怎么跟我太太长得一模一样？因为你们这种男人就这几招，我比较拙劣，我也是过来人，很清楚。但是当我太太她接受了之后，她其实比我更爱她。
老婆有多爱这些狗。对，看那张照片就知道了。爹爹过节哦，这是他生日的时候。他生日，哥哥，因为他一直很皮，他生日的时候就给他戴这个，希望他能够长大一点。哦，对，希望他们能够过得很快乐，我就很开心。哦，然后弟弟快睡着了，他已经睡着了，我一直在偷看他在睡。弟弟快要登初中。哎，他还偷瞄，对，他一直在偷瞄大家，其实他都在听大家讲话。我睡着了，已经迷流，已经迷流了。我是谁？被抓到了，被抓到了，赶快走开。如法在沙发上不动，然后那种拱背的姿势很奇怪，很奇怪，眼睛也这样直瞪瞪的看着前面，我就发现他的生殖器。突然这么长，然后流出好红，好红，很红，很红，很红，好红啊！然后我就吓到，我就大尖叫，我说：“露娜，你的生殖器怎么掉出来了？”我就赶快打给那个宠物急救那个，应该觉得很荒谬。我就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的狗那个生殖器掉下来，然后现在流血，整只都是红色。妈，你以为我最大联盟？那不要吃！这个是我的。喂，你谁啊？喂，好心酸哦。下一个，好强哦。下一个 ，I love you。六月十九起，每周与您见面哈。那我们先从最小只的那一只来，它到底叫露法？它名字由来还蛮好笑的，就是听起来露法好像很像法文，其实是因为它六月八号生，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六月八啊，一路发，啊，就是就露法，就是很吉利，一路发，好会去。对，然后其实它三岁，快要满四岁了。对，然后它就是一个妈宝狗狗，因为从小养它的时候，你看那个楼梯，第一张照片，那个楼梯很高，哦，好小一只哦。然后它那时候才两三个月哦，它就是为了找我，因为我们家是那种楼中楼，我在睡在楼上，它，哦，为了找我，它就自己一个人爬楼梯，爬到一半，超级危险。好可爱哦。对，从小就很黏。我们在楼下梳化的时候，然后豆豆就先走进来，然后他把它放在这个车上，他就开始尖叫，就看不到妈妈就会焦虑。对，他有一点严重的那个分离焦虑症。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有点分离焦虑症啊，就是我一看到他，对，你们两个是不能分离的。我觉得是哎，因为我只要一出门，我就会好担心，什么人养什么狗哎，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看那个宠物监视器，就看说他现在有没有在哭，有没有怎么样。有时候甚至因为之前我们家还有一只姐姐，然后是后来。姐姐年纪太大过世了，就剩她一个人在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担心一个人在家要怎么办，所以我一出门我就立刻就要一直看监视器，看她有没有在哭啊还是什么。然后有一次我录影大概四五个小时，她就在家，我只要一出门关上门那一刻她就开始尖叫，哎呦，然后站在桌子上这样啊呜，一直哭，哎，一直哭。我录完影她还在尖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严重。然后后来就有请那个宠物训练室来看，就是说看要怎么办啊，要怎么进行笼内训练，让他不要跟我睡，然后让他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不能那么黏。因为他们说贵宾狗其实是猎犬，他们很警戒，然后很敏感，所以他们就说不建议贵宾狗跟我们一起睡，因为其实他会很累，他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他会很紧张。对，然后他就情绪就会很敏感。哦，所以我们不懂的人就会以为说他们很神经质，其实不是，不是。哦，他很静止。报告报告，乐妹跟弟弟都睡着了，弟弟还会绑成这样，都没有感觉啊。因为红恩怕他嘴巴开开了，所以把他把他老去了，睡相不好。好可爱哦，好可爱，太可爱了，是不是？超可爱，超可爱。然后这个是，啊，这个是 Lufa 的女朋友，她超级爱，一回家要她的性伴侣是不是，对，性伴侣一定要看到她。第一张是她正在侵犯她吗？照片。第一张就是，第二张就是睡觉的时候把她盖被。第三张是已经啊，已经睡着歪歪了。然后第四张就是她尿床。对啊，带小时候的时候很容易尿床。之前弟弟有发生过一个很好笑的事，就是因为以前我都是养母狗，然后我很少养公狗，所以我对公狗的习性其实不太了解。然后有一次晚上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 Lufa 在沙发上不动，然后那种拱背的姿势很奇怪，很奇怪，眼睛也这样直瞪瞪的看着前面。我想说奇怪， Lufa 怎么那么怪？我说 Lufa， 然后我叫他，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真的，他也不动哦，他就这样拱着。我想说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我就再靠近一点，
我就发现它的生殖器突然这么长，然后流出口红，口红很红很红很红，口红啊！然后我就吓到，我就大尖叫，我说：“露娜，你的生殖器怎么掉出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在地下那个沙发找他的生殖器，因为我想说是不是像我们的人手断掉，然后你要一定要捡起来再把它接回去，所以我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就很紧张，很紧张，我就赶快打给那个宠物急救那个医院，应该是很荒谬。我就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的狗那个生殖器掉下来，然后现在在流血，整只都是红色的。他说来里面，妈妈你先不要紧张，他刚刚是不是有奇娃娃还是什么？是不是已经很兴奋了这样？他说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因为他没养过公狗。对。很长一个，然后很红。好了，妈妈，你不要骄傲，一直在那边呢。看起来对不对？妈妈有点炫耀纹，对啊，炫耀纹。没有，就是很害怕。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很好笑，就是以为他是怎么。然后我会带他去露营。他会怕狗吗？其实他有点怕。第二张就是他去那个宠物托婴。因为平常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把他送去安心班，然后就是有一群狗狗会想要跟他玩，可是他其实就有点害怕，就是骂那些狗狗。对，他今天很稳定哎，他今天累啊，累了啦，因为他们一早就来梳化。对啊。好，讲到安心班呢，哇，我不得不佩服董事长潘董，累吧？安心班累不累？累。你说人累还狗累？但你啊，但累得很。很开心，对不对？很开心，因为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看到狗狗来这边都很开心，就会很觉得，但回家就一直灌酒。这是我家的狗雪宝，雪宝，它的睫毛好，给它特写。雪纳瑞的睫毛其实就是都很长，只是它的毛比较硬，所以它会往上翘。对，好像先刮过、夹过，有没有？它现在这么乖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有一个食物，对我们放在那个 GoPro 上面，小饼干。这样所以他一直在盯那个 GoPro， 只要他有食物，只要他有食物，就一直盯着他。他从小就是非常爱吃，又很爱玩玩具，所以他常常就会抱着他的玩具睡觉。然后我每次都说他是雪纳瑞界的林志玲，因为他的腿很长。睫毛也很长。他几岁了？他七岁。哦，看不出来耶，好年轻哦。对，但他已经很稳定了。我有带他刚领养回来的第一天的样子。哎，这你不出意了，这你在讲话。他知道我们在看照片。松懈了，松懈。他说你们现在分心了。睫毛，睫毛，要扫盘，睫毛耳朵。耳朵打开，雪宝，耳朵，雪宝，雪宝耳朵，他真的每一盘都在吃，雪宝，我帮雪宝发问，雪宝说那可以给我吗？雪宝，雪宝，雪宝说可以给我吗？你不吃就给我吗？然后我有带他刚领养回来的影片，这个也是他就是在睡觉，然后。抱着他的，他刚玩完玩具，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玩具是他的女朋友。对，你在想什么、啊？那个睫毛，睫毛好像漫画人物啊。我在想睡觉，我也在想晚上要吃什么。对，他的人生就是玩跟吃，玩跟 weekend 放假要去哪里玩？对，洗完澡了吗？很舒服。哇，你看睫毛好像会说话哦。这是他自己在玩玩具，自己一个人。对，我每一次，哎，上面还有一只哎。对，那次是我家另外一只短毛腊肠。哦，那只好淡定啊。不，那个，你看，哇塞，他有时候自己玩玩具玩到开心的时候，就会我都会叫他无敌风火轮。简单也是每天都必须要遛的嘛。其实他很活泼，应该是你看他在家里一直这样，对啊，疯狂旋转，每天都要。他虽然是女生，但他其实是个男的。刚刚看他们的动，然后他还会抬腿尿尿，太对，他就是一个男的。哎，对，我在讲你。然后还有就是我有帮他用这个 AirTag， 哎，这个很有用哎，什么意思？它就是定位的，那个超方便，它的超方便，而且非常准。因为我有试过有一次，就是带它去河边，然后把它放绳，所以它就跑了。然后呢，我就拿开我的手机，就定位定得很准，它在哪里？因为我就常常带它出去，就很怕有一天不小心，真的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情的话，至少它身上有一个追踪器，多远？很远都有，它是跟着卫星的，哇，对，它
就好吃。我们手兰妈妈哦，手兰妈妈。其实我的皮包里也有放一个，因为我常常就是去外面工作上厕所，皮包放了之后上完我人就走了。哦，对对对，我就会，对我就会在里面拿，所以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居家的生活用品，这个非常的棒，而且非常重要。对，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养宠物的人最怕什么味道？对对对，因为他们有狗狗的味道，然后会有尿尿的味道，还有猫。对，养猫更是味道。对，猫的话，因为猫砂盆、猫尿尿的味道非常的重。但是因为狗狗呢，就是有这么多的味道，我们想要让它消臭，但是因为它又是宠物，我们就很怕用的一些清洁剂会伤害它们。对，伤害它，因为狗的嗅觉是最重要的，最敏感的，最敏感。那我就会很注重这种清洁用品。过来，你先吃。然后我就很，然后这个呢，我特别要介绍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从英国直送来的，原装进口的。那因为英国呢，他们对于这种环境喷雾啊是非常的严格，因为他们有一个欧盟的系统认证。一旦经过欧盟系统认证之后呢，就表示这个产品呢，对于环境，对于地球，对于人跟动物都是非常友善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通过欧盟认证四效合一的精油清洁液。然后呢，它其实呢，其实是一个英国的品牌，然后它做了很多跟人有关的清洁用品。这次有推出这一瓶。是给宠物用的，洗澡的吗？不是，喷的清洁的。你说有尿尿啊，尿完对，四效合一就是它可以抗菌，抗病毒，又可以清洁，又可以消臭。然后它这次出了这个宠物呢，主要是香味，精油的味道，不是每一个味道它们都可以闻的。那它这个是天竺葵跟橙花，因为这两个精油的味道是狗狗可以闻的，温和。然后它的味道呢，大家可以试试，可以闻闻看，可以。它要怎么喷呢？它就是可以喷在地板上，然后呢，它可以喷在猫砂盆，它可以喷在塑胶玩具上，它可以喷在布类上，它的味道是不会刺鼻的。然后最重要，刚刚有讲到它是抗菌跟抗病毒，因为它呢这有经过了一个英国的 MSL 的一个认证中心的认证。那这个认证中心主要是做什么的呢？它是冠状病毒的检验中心。所以那时候我们有，你要干嘛？他在等他饼干。那时候我们不是那个 COVID-19 吗？所以包括所有的口罩有没有办法抗这个病毒，都要送到这个检验中心。所以经过这个检验中心合格，表示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抗病毒，它就是有送到这个中心去做检验，所以它是有通过，它可以抗病毒。最重要是还有刚刚讲，它可以抗菌，有一些细菌是杀不死。新冠病毒杀不死的。 对，还有一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可是它都可以对抗99.9%的病菌。哇，对，像这个粉红色的呢，它是玫瑰的味道。哎呦，闻这个好香哦，对，玫瑰的很香。然后蓝色就是比较天然的，是亚麻的味道。所以如果你还要想要尝试其他的味道，其实可以选别的。但是宠物的话就是紫色的，比如说它现在在这边尿尿了，你把尿尿擦掉了，你可以喷在他刚刚尿尿的地方，等个10秒钟之后呢，再用湿布吸，对，把它再擦，再做一次擦，那个味道就会被消掉。对，所以10秒，只要10秒就可以了。这个是我现在在居家用的，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也比较放心，因为它真的通过这个欧盟的认证。欧盟认证是这么不容易的，很难，非常难。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我刚刚讲的是它很爱地球，因为呢，它整个外包装是可以被分解的，然后它不做动物性实验，所以整个这个品牌的东西是我觉得非常放心。不管是养宠物或是没有养宠物的人，大家都很希望家里保持非常干净。对，然后没有养宠物的人，总是可能家里会有脚臭味啊。
也是喷这个，对对对，也是喷这个，因为它的除臭效果也是很强的，可以喷人用的，对。然后或者是有小孩可能会吐奶奶，会。然后家里如果家中有人抽烟，那个烟味也是可以的，不可以喷在布类上面，可以擦拭桌子，因为它是抗菌、除臭、抗病毒，然后它里面不含任何的酒精，所以你也不用怕说你的手如果碰到了会很刺激，它非常的天然，所以这是我用过我觉得非常好用，现在在居家，然后就那对于他们就是也不用去打扮这样子，因为他你看就是只要有食物吃，真的就有食物吃，然后我比较在乎的是他们生活的环境里面给他们带来的是不是好的东西，嗯，好棒哦，你好幸福哦，他真的很爱吃，他很爱吃啊，真的，好的。今天报告所有的奴才哈，我们有一条天堂美食街，看看谁能够在几秒或几分或几小时来到主，或者是明天他会回到你的身边。雪宝吧，雪宝，我先跟他说拜拜。看他这么爱吃，他爱吃的，他的眼神。他说美食街，我听到了，我要。哎，我们有对对对，有一个那个美食大考验。哦，非常诱人。都有把握吗？豆有。你说有把握把它吃完吗？就把我通过是吗？今天只要是第一名的啦，我们老板就送你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假的？现场想要的东西，所以第一个吃完的就送吗？最快速到达你们身边。哦，豆豆有把握吗？哎，这个我应该很有把握哎，因为这么黏，因为感觉他好像每天每单好像对啊，他是妈妈，有妈妈就好了。他应该现在在外面太紧张，吃不了东西。他好像玩具，对不对？我们这个睡饱了应该可以了。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因为刚刚在睡，现在睡饱了。兄弟，可是有投降输一半吗？我们这个应该就在里面扫盘，对，扫盘。好了 ，Let's go， 我们来去美食街喽。狗狗和铲屎官之间最远的距离不是天和地，而是彼此之间放着他最爱的美食和玩具。面对香喷喷的零食、肉干，狗狗会将铲屎官的呼唤抛诸脑后吗？还是他能不被沿路的诱惑吸引，直奔铲屎官的怀抱呢？主人，你好好吃吧。我就知道这句来了来了，哇，真的非常重。耳朵，雪宝，雪宝耳朵，他真的每一排都在吃，雪宝，雪宝，你的叫声，像展开凌厉的攻势，雪宝，耳朵打开，水果，雪宝，雪宝，雪宝，两个多盘的，好好吃，好好吃，第十条，哇，雪宝，雪宝，吃完之后不要忘记你的后面还有三盘。雪宝，我们还有两盘哦。找到妈妈了，找到妈妈了。找到了，找到了。雪宝，耶耶，雪宝要上来，上来，雪宝。有了，谢谢你，谢谢你，给你全部扫光哦。剩两盘，我剩两盘了，两盘了，可能没有看到。对，好了，不能吃了，不能，不能吃了，不能收摊了，收摊了，雪宝，没有了，去找妈妈。都有自信，哎，有自信哈，哦！我看雪宝完之后，好像蛮有自信的。请就位。OK， 露法，展现你妈宝的能力吧！哇，露法来了！来了！哇，找妈妈，找妈妈！哎，露法！哎，他真的！露法，你为什么绕那么远呢？犯规！等一下，我们可以再一次吗？再一次，因为他刚没有通过我们的美食街。对对对，再给他一次机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再走一次。我帮你，我帮你。想说你为什么不吃？对，你为什么不吃？这么好吃，你为什么放弃他们？我不吃，真是离不开，离不开主人。再看看，对，没有啊。水果来，水果呢？我帮雪宝发问，雪宝说：“那可以给我吗？”雪宝，雪宝说：“可以给我吗？你不吃又给我吗？”我要，我要，都不要了。雪宝，我要，不要哎。好可爱，真的耶，真的是妈宝哎，僵硬，他现在是长颈鹿，全身好硬
跑，冷静。到底要怎样，雪宝？雪宝，来给你吃一个啦，给他一个。苹果好吗？哦，雕像。等等等，好，等。好了，等着啦。那我们谁代表出场？爹爹。爹爹。因为另外两个睡着的睡着，累的累，他是我最后的指望。OK OK， 对，好，爹爹请就位，加油加油，耶，还在看，对，好爱水果，很可爱，还在看。爹爹，你是永远放不完电的电池，我想你今天你一定可以的，加油。爹爹，爹爹走走，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快点，爹爹快点，爹爹过来，爹爹走。先打个招呼，抱歉，抱歉，抱歉，等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也生气耶。我真是关狗哎，我真的让我失望。真的太笨了，关狗哎，每一个，每一个，对对。他是喜欢吃的吗？他喜欢人，他喜欢吃吗？他还是其实他喜欢玩多过喜欢吃东西。还好，还好，还好哎！他喜欢玩呐，可是你不要玩，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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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可是都雪宝的啦，雪宝现场有太多，你不行，太多诱惑了，他又盯住雪宝，雪宝说我可以再报名一遍吗？雪宝，雪宝，水果，水果，雪宝，雪宝，哇，水果，水果，水果，哇，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所以今天呢？正确的就是我们雪宝最后一名，还在定，定住了。所有奴才们，你们真的表现得太好了。今天呢，我们老板呢就带来了一些 special 的表演，很好摸，毛很软，很软，而且他都不看你。我有导播，你有 take 到了啊？好。很软呢，这里这里真的，真的比我们这里还软。它的毛比那个貂皮的那个毛还要软。他们的毛是可以做成衣服，平常。其实，在某百货里面有他们的那个毛做的被，一件大概300多万。哇！今天呢，我们老板呢就带来了一些 special 的表演要给你们看，很特别的宠物。我们先来猜猜，第一个，你看它是什么宠物，好不好？好。兔子，兔子，皮卡丘，皮卡丘，皮卡丘是老鼠。可是兔子，兔子的尾巴有这么长吗？松鼠的尾巴，老鼠类的。我觉得这是老鼠类的。他刚用跳的，他刚好前跳。老他应该是鼠类，他刚叫皮卡丘啊，皮卡丘是老鼠。赶快来欢迎他本人。来来来，请龙猫本人，请坐，请坐，请坐。哇哦，那请问去你家都不能喧哗呀？是可以啦，没有到就是这么的夸张的小声啊。对嘛，你讲话也是叽叽喳喳的。我自己本身讲话还是很吵，只是因为现场很多。对，我们今天有搭母女装哦。他现在是很紧张，是不是？现在是有点小紧张，因为他没有看过这么多人。他已经几岁了？他现在2岁。你把他放下来，他会乱跑吗？还是他现在只敢在你身上？他现在应该在我身上，他会比较安全。在这边哈，养了几年了？2年，你看他就会跑过来。真的啊，他好紧张。2年，他有分离焦虑。他们大概可以活大概10到20年。哇，然后最10到20年，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很大，就跟狗一样。对，差不多。然后好像最高的记录有活到30。哇塞！对。就是如果你照顾得好的话，那他要怎么照顾啊？他们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随便草都可以，没有啦，是提摩西草，就是兔子在吃的这种草，是吗？对，他小时候这不是日本料理在搓麻吉的，是吗？是这个吗？一根竹签吗？对啊，然后他们其实最主要照顾的重点就是温度，这个家是我自己亲手把它组装出来，哇塞，而且还附冷气哦，有空调，对，而且还有健身房，对，对对对对，所以顶楼开始是他的房间，但是因为他们是啮齿类的，所以他们会一直想要咀嚼。你看那个房间的那个已经被他咬烂了，已经咬一个洞了。旁边会有一些木头的那个，也是让他啃，就是磨牙齿，让他去咬。
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需要有弹跳的空间。哦，那不是跟猫很像？对，他们就是喜欢跳这样子。楼下这边它有一个小房间，那个算是冷气出风口直接对到的位置，可以让它散热。因为他们其实毛皮非常非常的厚，他们一个毛细孔里面大概有70到80根毛。哦，所以羡慕。所以他们很怕热，不会秃头。然后再不会秃头，对，他不会秃头。然后需要洗澡吗？他需要洗澡啊，等一下他会有洗澡秀给大家看。哇，很可爱。你们摸看他的毛超软的。它的毛比那个貂皮的那个毛还要软，对对对，而且他们之前差一点就是绝种，就是因为这个毛，他们的毛是可以做成衣服、皮草。其实，在某百货里面有他们的那个毛做的被子，一件大概300多万。对，哇，他们的毛非常非常的珍贵，所以就是之前很多大量捕杀。那他们算好照顾的动物？我觉得他们算其实简单，但是就是需要细心，因为他们其实智商很高，他们智商大概180，5到6岁的小朋友智商而已啦。哦，5到6岁小朋友的智商，那跟黄金差不多。跟狗狗差不多，对，他们很聪明的。对，那它是会有灵性的？我觉得它有灵性哎，因为他，你像刚刚他会这样黏我，然后就是刚刚一来的时候他很紧张嘛，然后工作人员抱他都会一直想要黏在我身上，然后再来就是我前阵子去美国3个礼拜，然后那时候我就请我朋友帮我喂他，结果后来我也会用监视器看他，然后跟他对话，他听到我在叫他的时候，他都会很慌，在找在哪里这样。然后结果后来到后面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用监视器叫他的时候，他都已经不理我，因为他知道那个只是声音，没有看到我的。结果我回来之后啊，我发现他咬毛，啊，他就是焦虑，忧郁到他咬自己的毛，这边现在毛已经开始慢慢长出来了。然后我一回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开始窝在我这边，这样一直跟我塞奶，这样我就知道哦，他是真的很爱你。他会什么才艺？听说他表演哦，对，他会才艺，但是他要回到他家，他会先 high five， 然后会转圈圈，然后还有一个我不确定他现在有没有办法做，因为现在人有点多，他会举牌子。哦，对，他会做一个台女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毛有多长，这么长。所以它几个月需要剃一次毛吗？没有，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梳子，好可爱，好可爱，就是跟猫跟狗一样，有没有需要把那个杂毛、浮毛给它梳掉啊？所以它的毛不会再长了，对不对？不会再长。然后它特别喜欢捞，就是不求人，不求人，求人。可它现在有点紧张，没办法那个，没办法放松。对，它没办法放松，可是它。觉得他眼睛眯起来，有点眯起来啊。等一下我们可以回他家，他应该会比较安心一点。然后他最喜欢吃的益生菌，特别益生菌，哇，益生菌这么健康，因为他们肠胃其实不好，所以要吃益生菌帮助他们那个消化。然后还有这个跑轮啊，就是其实他们的这个空间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这个跑轮太小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脊椎发展，所以建议这个跑轮至少要35到40公分宽。有差，过来，拜拜。好哇，有哎，好的。圈圈圈来，这里，嗨拜。哇，有啦，来，有拍到了哈。哇，好可爱哦。转圈圈，对，而且他们吃东西，他们都用手拿，我觉得超可爱的，很像兔子。来，我觉得它现在这样就蛮像皮卡丘的。皮卡丘，但它是龙猫。对，它是龙猫，最爱吃的苹果干，好吧？你要帮我们举牌哦。怎么举牌？好凶。举牌，来自己拿着，那么小，我拿着，对，哇，女排攻读生的，那我们来表演洗澡好了，啊，好喜欢呢，好爱哦，所以里面是什么？里面是火山灰，天然的火山灰，所以他们洗澡是用灰哦，对，因为它不能用水，它会滚来滚去，对，滚来滚呢。然后我就开始帮他刮一刮，他就很舒服，这样。好可爱哦，变灰鼠。所以通常他洗完之后，我会再用这个再把它刷，就会把他那个表皮的一些灰尘啊，也太可爱，好疗愈啊。他其实很喜欢在里面玩，但是不能让他在里面玩太久。为什么？对，怎么说？因为在里面玩太久，他会在里面尿尿。就太嗨，然后就放松了。出来啦。
给大家看来干嘛？平常我们要怎么注意它身体健康啊？每天都要观察它的那个便便的那个大小。你要注意的是它的气温，它们的气温差不多在17到25度之间是最好的。Wow. 然后也不能太潮湿，所以你就要去评估说你有没有办法给它这个环境，然后还有陪伴它们。再来就是还有耐心。就建议新手的话，养龙猫会建议先养公的，因为公的会比较黏人。好，我们还有看看他们互动的影片，我们来看看。胖胖，哎呀，来这里，很棒啊！哎呀，哎，你那边到底多卡一些？他躲成这样。OK， 好，拼着都 OK 啦。他真的是一只不太一样的龙猫，其他只龙猫他们来都是会一直动来动去，再来动去，根本就抓不住。然后真的是吓到后就石化了，对，吓到后就不会。这个就是我只要太晚回家的话，我一回家看到他，他看我的眼神，我就知道，就是我可能今天真的太晚回家，跟弟弟一样。对，就是他还蛮多表情的，我觉得行为对话。对啊，好可爱，疗愈。你们想要摸看看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超软的，可以摸看看。给你试这个。看看，对啊，而且它其实没有什么攻击性，它都不会攻击人，也不会咬人。卢法一直在看，对啊，其实它真的很瘦哎。对啊，它是不是没有很瘦？它是毛蓬的，对啊，就毛蓬而已啊。哇，而且那个毛好扎实哦。是呀。好啦，赶快让它回去休息。好，赶快回去休息啦。它脸开始，谢谢你哦。脸开始有点臭了。好了，我们回去了，拜拜。谢谢芳芳，走，我们回家。安静的来，安静的说，你们不能惊动他，不能。对对对对，来，好，谢了，拜拜，晚安晚安，回豪宅回豪宅，回豪宅了。这是，这好像河马，河马，这是蛮像河马。它如果没有在动，我会觉得山猪，还是马来貘的小猪，对，还是它是迷你猪？那是它穿的衣服吗？应该是主人的衣服，不好意思，对呀，听说他们是父子关系，他们是父女，父女，父母，楼下上面是女生，她穿那个这种粉红啊，爱心。这个是什么动物？这是无毛天竺鼠，哎，它也是老鼠，对，老鼠，它是天竺鼠。我发现它下面的那个。好大哦，蛋蛋，哇，它这是种公，就是从捷克进口的第一代种公，所以它特别大只。那为什么它鼻子那边有毛？对，对，它就是只有鼻子这边有，然后它全身上下也只有在脖子跟它的这个角角的地方才会有皱褶。那它的皮肤应该很脆弱了，很脆弱，不好照顾，所以每天都会帮它上那个精华液，就是有机的油。那它们吃什么？跟刚才龙猫吃的那个草是一样的，但是它像它的话特别喜欢吃生地瓜，然后爸爸特别喜欢吃香蕉皮，皮香蕉皮，香蕉皮对啊。多农药浪费没有没有，因为香蕉皮其实对他们来讲，那个营养素可以让他们心情安定，然后会比较快乐，不忧郁。我们可以摸摸看他的皮肤吗？可以可以，很痒。爸爸就几位，对，爸爸就几位，我就几位。啊，不是，他说等一下要来摸我，先亲一下。哇，他的爪子，他好烫哦！真的吗？你摸，他好烫。哦，它皮肤真的好嫩哦，很像 baby 的那个触感，对不对？哦，真的耶！对，哇，皮肤哇，这个触感好特别哦。爸爸，我觉得那个嘴型好特别哦，而且它真的跟河马有点像，因为河马的嘴巴也真的有点虚虚。然后有时候站的那个姿势就特别像河马站呢。嗯，那它有才艺吗？它才艺就吃点心，吃香蕉皮，甜甜。啊，好好吃哦！看他吃，好好吃。Oreo 要吃 ，Oreo 要吃。可是看这个样子，闻到闻到了，来了来了。而且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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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他吃。所以他们吃东西会像一般的老鼠这样把它捧起来吗？不会，没有没有，他没有。对，不会。那老鼠会放屁吗？他们会放屁吗？他们不会，但他们一直不停的大便，因为他们要维持身体的热量，所以会一直不断的进食。摄氏室温低于10度，他就很容易会心脏麻痹，因为太冷，所以都会帮他穿。像比如说。我们就会把那个袜子剪一个洞套进去，你自己做的，对。那它会不会很难照顾啊？对啊，很难照顾。如果不是像点点的状况的话，其实都还蛮好照顾的，因为它就
跟一般天竺鼠是一样，但是最主要还是温度的控制，因为它冷也怕，热也怕，如果太热的话，对它来讲它的皮肤伤害很大，很容易感染。它适合笼养啦，我们在笼子里面会铺一些木屑或什么的，所以它不用运动。它不用，但它比较黏人哦。它跟天竺鼠比的话，哦，哎呦哎呦，你不要用，它会用抓的，力气很大。对啊，它会脱笼吗？就是跑出笼子外。它们其实最厉害一点就是，就算笼子的门没有关，它还是待在里面不出来。为什么啊？这么懒就乖，对。可是那如果碰到另外一只母的笼也没关呢？应该倒霉就是主人吧，所以还是怎么家里那么有诱惑还是会出来的，还是对，把它整个拿，把它整个拉了。哎，你好夸张，所以它力气很大。嗯，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哎，各位奴才们，我发现，我经过刚刚两个那个奴才，我们都变得比较有气质了。是是是是。但是我们在我们左手边有另外一个。主人更有气质，默默地一直在盯着我们看，就有背脊发凉正常的吗？杀气腾腾，他们叫哈里斯鹰哦。老鹰，对，老鹰听说都吃肉，吃生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请他的那个仆人 Alex， 欢迎 Alex， 欢迎你。哇，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对 ，Alex， 你跟你的主人长得好像哦，英俊哎，对，英俊潇洒。这我们可以大声一点了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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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怕吵哦，他们不怕人，那就怕人嘛，掌声鼓励，怕人怕人。他想要飞到我这来啊！庆祝啊！庆祝！没有，不是他的训练是只要有飞就有食物嘛。哦。所以他刚刚已经在展现他想要出来活动的意愿。哦，我懂了，因为他常常去表演，他听到掌声就觉得要表演了，要表演了就会有食物。那我们可以摸他吗？当然可以，老鹰要摸胸。江宏，快点去胸口。老鹰摸胸，是没点头，我有点不敢呢。你们先摸。他有没有什么？禁忌说不能够摸他的嘴、啊、嘴巴或者老鹰是空，它是食物链的最顶端，它不给人家碰头啊。哦，还好我先问了。对对，就摸胸口就可以，摸翅膀，像那个古代的王爷有没有都是这样。哦啊，然后在这边谈国家大事就是这样。哦哦，所以他也给陌生人摸，哎，给陌生人摸，那不能够摸他的嘴，有一点对对对对对，他是不是有点怕怕？因为你要大力一点，轻轻轻轻的摸，轻轻，有点用力，他觉得你在推我。哦，侵犯到，你看这样轻轻他就稳下来，很帅。哦，老鹰大概就是这样，很有趣。那他们的才艺要超多，要摸吗？他们的其实，我想摸，可是又怕。可以试试。哦，好了好了。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你看，你看，哦。接吻，接吻，接吻。没有没有，我们要交换，因为镜头看不到。对。你没有摸我，你摸完他要摸我。这样这样。妈，妈，很好摸，哎，毛很软，摸，很软，而且他都不看你。我有导播，你有 take 到了啊？好好。哎，很软呢，这里这里真的，真的比我们这里还软。那如果很多人围着他，会生气吗？久了他还是会不高兴。可以，好舒服哦。不好意思，他不高兴会怎么样？很羞。不高兴就出爪喽。哦，对啊，他就会表现出他很高兴的样子。他好滑哦，爪子很利耶，很利很利。所以他不能，他不用磨指甲。而且爪，他的爪子厉害的不是前面尖的，是两侧像刀子一样。有一些水禽就看到他就往水里跑嘛，是是是，照样照样就给你下去，然后抓住之后，因为他有一点蹼，再把你拉回来。哇，对，所以这种老鹰他就是天生的猎食者，很厉害。那你在训练他过程中有不小心被？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对，一般老鹰是这样哦，它放飞啊，有垂直跳，从几乎90度从地上飞到我的手上，像就像我们引体向上的，哦，就练它的行看，好，然后这是第基础动作，哦，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要飞到对方的手上 ，A 到 B， 哦，对，这叫 A B 点训练，这两个是最基础的。你看他已经知道我，他出来在这，他已经开始在。老鹰的智商有3-4岁，那会不会你这样子的时候一直不拿出来呢？它就飞下来。对啊，所以我脚带有拉着。哦，对，就跟一直在叫，它也要。脚绳如果放掉，就跟狗放掉一样，它就开始跑。麦克共哪里？好，那我们现在 Kinky， 我们来试一下。哇！
像这样，然后给他一点鼓励啊，然后这个就是哦是啊是肉啊不是我们肉啊，对，然后再来第二次，好，以此类推，要做个100次哦。垂直跳是基础教练之一，现在要进行 A B 点基础教练之二，注意一下手腕一定要伸直啊，为什么？因为他翅膀万一你不够直，哎，哇，直接飞过来，叫回来，对，哇，他的手不够直，翅膀还赶紧伸脆配。自己配，表演好，来啊来啊，我现在来试一下哦。好，听口令，好来，小心相机，3、2、1 ，Go！ 哎，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手要握拳，手要握拳，好来，手再伸直一点，往前，往那边，往那边，对，来 ，Go！ 哇，好，再叫回来，好帅，天哪，好帅哦！对，好，这个是算短距离，中距离，算短。短，其实我们在户外可能都要100公尺，哇，好远哦，100公尺，距离再拉远一点试试看。好来 ，OK， 你要伸直啊，你要伸直。来，等一下，给他知道一下在哪边哈。他找你一下。好。哇，厉害哦！好，再把他叫过来。对，这就是长距离。哇，还有谁要试试？啊，没有，我觉得红哥可以试试看哎，试试看，我们一样短距离开始。好，对对对，虎口朝上，这样子。哎，对对对对，好，来，3、2、1，来去。哦。3、2、1，来去。哦。他的那个风好强，这就是攻击猎物的最厉害的地方，有力但是没声。哇。好，来，3、2、1 ，Go。哎，就是他真的都没有开翅膀，都没声音。对，好，再转回来。他名字比较娘，叫妞妞。妞妞，真的蛮娘，不是妞妞。他的脸长得很帅，对，他名字很可爱。妞妞，厉害了，厉害。妞妞，对对，这就是训鹰有趣的地方。他现在把尾巴张开的，这是在护食。这个时候谁只要手过去，他就跟你拼了。哇，因为他会觉得现在的食物是他的。而且我离他很远，谁要猜拳？不要猜拳。你看哦，他这时候也不会离开。就是因为刚刚那个模式，他是有了，还有，对，他是知道的，所以他老鹰训练起来哦，其实很稳定，飞走了，然后飞到脚了，因为你不敢过去，这个就不护食嘞。顺便报告一下，肉如果掉地上，你不要拿起来给他呢。为什么？我懂，因为你要去捡的时候，他以为你要跟他抢，对，他就攻击。哦，真的？对，是。你可以示范一下。现在我们自己也会怕。哎呀，我的肉掉地上了，哎，他就下来抢。哦，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拉他，不要去动他，鹰眼呢？有没有？对对对对对。然后只要这样，他就回来了。不要去跟他抢，不要去。我想看去抢他到底会怎么样。你去啊，去抢啊！可以来一下，我不就给了你。很有意思啊，老鹰现在已经是变成了工作鸟，有一些飞机场就会养这种所谓的训鹰队伍，把这些候鸟赶走。鸽子赶走，然后对，那飞机飞回来才会比较安全。对，再来一个就农田驱鼠驱鸟，好，然后再来我们生态的推动，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好 partner， 帮我们做这些工作上的事情。今天呢，真的谢谢大家哦，带你们的主人来哦，我好开心，我这一集真的是今天呢，所有介绍的商品详细资料，你可以追踪女人我最大IG啊，谢谢大家，谢谢。